蛮惊艳。对，对啊。哦，麦芽糖快滚了，已经滚了，已经滚了。哦，但浓稠度还不够。我们要煮到熟糖。之前是生糖。啊，对啊，没有加热之前一定是生的，没错。这糖煮熟有一种发酵的味道，又是糖化了。我要有一点那种焦糖化，焦糖化，对对对。好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推开，好，你们就把糖倒下去之后，剩下的就把它放回原点就好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拌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然后拌完之后就过去那边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哇，这个捧皮汤的其实工序蛮多的哦。费工，费工，挺搞纲哎，真的。你说你当初为了做这个是为了生活，对。但怎么会想要选择这么特别的一个传统行业？因为我们宜兰是农业大县，对，所以刚好是可以让我们生产做传统的爆米香的机会。说米多嘛，是，对，对，我们又可以使用到在地的食材，对，非常好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，小心哦，那超烫的哦，霸轩，要开始拌了吧？还是倒下去？你跟你拌好了，好，要两只手吗？都可以，看你的力道。啊，最累的工作，姐，你可以快一点完成了，要快一点吗？没有，我是说机器可以转快一点，可以两只一起拌吗？不行哦，可以，会不会打架？会，就看换你，换你，换你，经理，经理。哦，快哦，哦，这个厉害哦，厉害厉害。这个其实开始练，其实你就不用动，那就拌掉，等一下就没办法做起。好，等一下没办法做，好好好，快快快快。接着要用力压吗？还是就是稍微吧，稍微，稍微，它有一个软劲，好好用力，好好好，好太用力，把它拉回来，好疗愈哦，好疗愈，好疗愈，好疗愈，来来来来来，好疗愈，好疗愈，你绷的，你绷的，你要来一下，再来蹂躏它一下，有，太用力，太用力，太用力，要有一个巧劲，要有巧劲，巧劲，巧劲，顺着，这边好像堆的比较高，这漂亮，这漂亮，对，只可以换个角度来，换个角度，换个角度，对，这么可以，是我换这个，好，你。因为这边比较低了，要了还是要稍微有点用力，这样可以吗？还不够平，还不够扎实，对吗？对，还不够扎实。前面靠近你那个地方要用力推出来，这边有一点低，然后这边太高。对，对，从这里拉。对，来来来来，哎，这很重啊！我应该有听懂，我有听懂。对对对，它这边太高了。对，往回拉，重一点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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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啊，打工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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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肯定。你好开心哦！开心，我们是他的学生嘛？对啊，这是好老师哎，老师在教导学生，能够用这么愉快的心情，对对，然后他热爱这个工作，旁边对，两旁边都各样。他要把它倒过去是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会先好，要先切哦。这就是传统的工作。对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好漂亮哦！老板，老板，怎么切？我大概说一下哈，看你要多大的尺寸都可以。那目前来说，我们做的米香砖都是15公分，15公分。那刀是推出去，从下面的下缘推出去，是是是，上面拉刀回来，就等于我们用滑刀的方式在切。哦哦，专业，懂了懂。这样才不会粘糖是吗？对，然后也比较轻松，它不用处理。大厨，刀尾去，从这边去，对，刀尾下，刀头回，刀头回，对，哎，不错不错，下再回，下再回。哎，刚刚是做完歪掉，歪掉，跳太高了，哥。好 ，OK，OK， 哦哦哦 ，OK 吧，这个我杀青了，我已经杀青，我下戏了。哎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它是切的什么样子？哎，老板的刀都看不到，对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嗯，我刚刚看到刀背一下，刀背一下，对对对。用拖跟拉的，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往下的感觉，我就是在表面上一直在滑，没有往下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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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切好了，哎，我也好，我看得到，我看得到，哎，这样啊，这样几公分？直的，推拉推拉，帅啊，帅帅帅帅，一格一格吗？
对对对，一个一个一个，五公分可以多切几次，对，多练习几次，稍微下，稍微，然后你现在要稍微往里面推，推啊，有了，其实你应该好像到底了，他就这样子，对，就一招到底，到底。哇，这好粗哦！剩下就交给你了，真的假的？哎，真的交给你了。好，交给你了。对对。好，要循序渐进，这样。它要有一个前。爆米香哇，自己做的，哇，好漂亮哦！真的自己做的，就现在到试吃的阶段啊，对，可以吃了，可以直接吃吗？其实我每一次我关心的只是我吃，我吃小块就好。好好吃，好好吃。OK， 现在要进行制作咸的，咸的，咸的东西，不同风味，对，不同风味。刚老板讲一样，一个名字叫什么名字？等一下，我们就直接可以示范。葱虾米。葱虾米，先倒料，先倒料，先倒料，都进去吗？对，对，都进去。葱虾米，葱虾米，要拌吗？要拌啊，要拌啊！你们拌，不是要拌，要拌，要拌，要拌。他说要先拌松，他说要先拌鱼。老板说，我都有在听，我跟你讲，来喽。老板说要先拌鱼，杨哥小心喽，烫哦，烫哦，小心，这很烫，这很烫。OK， 快快快快快，速度速度，好，交给你们，好。哦，好香哦，香啊，好香哦，哦，香香香，来，我拌一下，来点胡椒粉，快点，这胡椒粉下去太美味了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三星葱樱花虾炒饭，对，这样子会起不来，这样起不来，樱花虾炒饭啊，这是啊，它是米饭哦，好，它要这样，看看一下专业的，哇哇哇哇哇，至于吗，老板？有，那看你们谁要做龟，谁要做爱心。爱心看起来比较简单。我要做这个，一哥做，你做，你做。这个先倒下去就好了吗？抓一球，抓一球，放在爱心的模子里面，前压，手把压平，再反过来压，把压平，然后抽模出来就是你要的爱心。你好浪漫哦，好浪漫哦，这样一把。对，做乌龟有什么要特别注意？要注意头一定要做出来。我们今天为什么？不是跟鳖，就是跟龟有关系啊！这什么事啊？刚刚老板这边有说，他这个龟的头的部分啊，就一定要很压实，压实。哎，好可爱哦！叮咚叮咚，一个心形的蒙咪帮，哇，哇，好香哦！超香，我觉得很香，很香，真的应该是我的菜。乌龟可能速度可能要快一点，否则蛋会硬掉的。对，它形会出不来。怎么样？在喘的，没有在喘。这边底部不平没关系，但至少一定要紧。可以了，你太紧就也没法做。是不是都是技术啊？好了，看看。等一下脱模的时候，前后抓住，换位置，反过来。好的。然后头先拉起来。头先拉起来。龟的造型有没有成功？对。头如果出现，就表示你成功了。对，一半。如果你整个都拉起来，就表示你100%成功。开始哦。好。从这边这样搬，对，可以。我想看，我想看。不要拌，除非出来就好。好，其实应该板子先放，先像炒饭一样。然后先从头部。哎，还没有变魔术，董明潘不见了。那这样怎么办啊？太紧，敲一下。对，太紧了。那怎么办？这锅看起来应该是失败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试试看哦。成功成功成功，漂亮，果然是高手。这有艇，葱虾米是葱虾米，你今天来葱虾米，你今天来葱虾米，葱虾米的龟山岛，好酷哦，棒棒棒，咱们以后拜拜也可以用这个啊，对啊，是吧？其实可以鼓励，对啊，吃一点吧，吃一点，好吃。它的糖跟刚刚糖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不太一样。我们每种口味都不一样，不管你做什么口味，都一定要做一些调整。比方说，我们做不要这样捏，呈现出来口味也会不一样。没有错，没有错。我觉得这口味很厉害，很棒，对不对？稍微带一点辣，葱虾米真的很对。它为什么有辣？为什么？虾米是洋葱，你加了洋葱吧？啊？哎，商业机密不能讲，商业机密啦。不能讲。那你试一下，还是辣？
你有带麦，我有带麦。哇，聪明聪明！哇塞，哎，这个内行内行，你应该是特务吧？把你的证件拿出来。太厉害了！掌声鼓励鼓励！感谢你们，不会，谢谢老板，真的要谢谢你。哦，要走到哇，走到酒吧的老板，哇，这么多。OK， 够了，有大概十种口味，因为我们研发大概30几种口味，对，不可能每一种都放进去里面，所以在这里面是10种口味的。谢谢。那这里面是米香砖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宜兰五杰最有名的有机月光米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来做完这一站，我好感动。就是小时候的回忆，然后感动程度是最高的，然后好累哦。不是说你们累啦，不是我们这两天一夜真的很累，做到这段真的好累，尾段好感动，对，然后自己亲手可以做成这样子，哇，好棒哦，真的收获很多。对，谢谢老板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老板，这很特别，哇，谢谢，我会去送给我老婆，那谢谢老板。5分钟我们才挑这样哎，而且不一定是挑对的哦，对啊，可能还是有好多有问题的。老板娘，我们这样挑，你帮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检查看看，检查看看。OK， 一来就好哎，嗯，应该可以啦，我很认真的，因为我也很认真的。对，我们两个其实都帮你挑。这个蛋形不好，太圆啊，太甜，但是太圆形了，太圆形也不好。因为我们的蛋啊是比较喜欢挑豆形，像这样长形的豆形，豆形，像黄豆这样豆形。哦，还有长相的问题。对，哦，你们挑蛋也挑得太严格了。对啊，所以你说这个鸡蛋，你看在挑很简单，但是你有每天重复的做，像我这样做了60年。啊，你做60年你就变专家，这就是我们说的职人精神。五羊刚有找到一颗，哦，我觉得是王者的。你先看一下这一颗，就这颗蛋，我觉得这一颗，你看所有你看过太多影射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太橘，嗯，你看一下，是不是很美？哦，就像宝石哎，那这颗是好还不好？这颗不好，这颗不好。啊，这个煮起来不好吃。我以为这个是。珠宝哎，就是最美的、最好吃的、最扎实的、最漂亮的。它煮起来它的蛋白非常的硬，然后而且剥起来一层一层的。那以后我觉得我们家杂货店老板娘应该会很不欢迎我去，因为我挑蛋以后我都带手电筒一颗。然后整来说老板娘，这篮都是不要的，下一篮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卤蛋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备料，因为我们家的柴蛋的特色是放很多辣椒。哦。所以呢，你们必须要去把辣椒呢，去把它打碎。好，来备料，走。这就我们这样打完了以后就要来煮了，就要来卤了，要卤了是不是？是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。哦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卤了。卤要卤多久？卤加焖要总共3天。卤加焖要3天呢？3天。哇塞！我要放香料喽。哇，香料在哪？哦，还要在。哦，对，在我们的香料包。怎么样 ？Gosh， 很香，但是我你吸太近了，不是，你吸太大口了吧？好了，拿，你不可以打喷嚏哦。我会憋住。我也快要，等一下哦，我教你一个美国人的方式，你想打喷嚏的时候，你要选一个咖啡色的牛。啊？为什么？你想什么牛也没有用吧？没有。哇！你在想什么？对，咖啡真的有吗？没有，我想要打喷嚏。你看到我眼睛吗？好。Oh my god！ 那我们要开始卤了。开始卤。你怎么了？一直在我肚子里面，然后我打喷嚏，我那边都是啊，都水啊。哎，不行，你千万不要摸眼睛！哦，完了！哇，那个真的很
很强，很强的一个调味料。都是辣椒，真的，真的耶，各位，你们看，而且这个辣椒它有分很多种。哦，你跟我一道，你跟我一道。哦，好，闻了，哦，哦，闻了就辣。一般都是用什么朝天椒啊那类的，可是我不是，我都用小米椒。小米椒跟朝天椒的差别是什么？小米椒它的辣度比那个朝天椒辣了好几倍。然后价钱也贵了好几倍，这太恐怖了。这会很辣吗？很辣。你干嘛？你在怕什么？这吃辣椒很伤喉咙哎。嗯。那。其实还好。哎，真的还好，你们也来吃一下吧。这样整个吃下去都没有什么味道。你有吃吗？你有吃吗？啊，他哭了，他哭了，他哭了。等一下，吴阳，你哭的时候眼睛好美哦，你好像漫画里面的那个男生，然后眼睛流眼泪哦。看到没有？很感动哎，你怎么了？好辣，好辣，辣，超辣的。哇，你他两边都流眼泪了。有啊。有点过作力。但是我刚刚只要了一，他的头，他的头，我的鼻子是流鼻涕。小师弟你也哭了。我觉得他到我左边眼，从嘴巴跑到眼睛里面。你是外星人吗？你的脸罩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不小心碰到眼睛，是中风了，是洋葱啊！你的手碰到眼睛，我不知道是你什么时候碰到的。有点后坐力。闻到 ，Oh my god！ 哦，这个味，哦，这个粉一直飞出来的。怎么样？开关。这里面。是诀窍哎，嗯，好香，这个好香，好。你不让我们看到太多你的诀窍，对不对？这是爸爸传下来的秘密。但是你的比例我们不知道啊。对对对。可是真的好香哦，它一摆出来，哇，整个的香气。好。好。好。不会。吓死我了！要按。不要跟我说大红印度。好，换你按一下。深呼吸啊！你要深呼吸。你们真的好坏，都戴口罩，我都没想到。为什么你 OK 啊？因为我靠这个吃饭的，我不能怕他。我告。哦，这味道。哦，这是辣椒这样子弄。哦哦。
常常吃这里的蛋。对，可是我这里我常吃的是这个啊，这个就是茶叶蛋。那这个怎么不一样？这个我倒是没吃过。这个就是叫做吉 Q 铁蛋，就是加了宜兰在地的那成年金桔。然后下去一度哦 ，GQ 呢？你用了年轻人的名词哎，对呀、啊，哇，厉害的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呢，就是因为一直客人都来去匆匆，就想说给他去壳去好了，然后呢再把它塞一刀，好贴心哦，然后就把它更入味啊。他开车司机就不用去剥蛋壳，就马上可以吃，可以灌入。就说要买塞一刀的，塞一刀的，塞一刀，塞一刀蛋。我吃那个 GQ 铁蛋，是，那我要来试原味。嗯，怎么样？嗯，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，这叫八仙汤。八仙汤，这全台湾只有我们家有。真假的？嗯。哇塞，神奇呀、啊！这么浮夸的，嗯，你这么厉害，真的厉害。这汤很好喝哎，它这个不像糖啊，像甜一点，因为喝的时候很甜。我吃的不是辣的，不一样啊，我吃的是辣的。你的是甜的，我很甜的。你是不是因为它有很多花生啊、莲子，所以会有那个甜味？这是辣的吗？辣的，不是辣的。不一样，我也觉得不辣，不辣，我觉得是辣的，真假的，觉得不辣，别人是甜，这是完全不辣，这是很甜，对，完全不辣。可是也加了 whole bunch of peppers in there， 可是他也在啊，可是他觉得辣啊，对啊。好，那我问，要问什么？我想请问，那个八仙的来源为什么是八仙？是因为它有很多种材料，然后必须要熬煮八个小时。时间的关系哦。对，因为它因为也是一个食材，不能同一个时间丢。是，我好爱啊！我超喜欢的味道，感觉得出来你很爱。对我来说，这个就是有点像家的味道。你脸色都发白嘞！哎，我们刚刚那好恐怖哎！非常好吃，那你们刚刚都蹦米香，那个引爆的后坐力跟闪光灯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而且我们不止蹦，我们还去插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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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插秧就算了，插秧没关系。是，插完秧之后，我们六只脚上面都是水渍。哇 ，Oh my God！ 哇塞，好，我们现在来到这里。真的讨厌，你懂了，哎哎，赞同，哎，因为现在比数3-3嘛，白热化了，白热化了，所以我们来玩终极 PK 赛之罗东夜市通，罗东夜市通，对，要怎么玩呢？两队依照线索牌，寻找正确的店家，每人吃完一道料理之后，向店家收集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的7个单字的牌，哎，大家看到我们口罩是挂在身上，对呀，对不对？要戴口罩，我们今天非常的时期啦，人口密集。好，怎么玩？来，这是我们的，对，店家吗？提示，这是菜，这对我老，这个是店里面会有一个东西哦。我们一样吗？线索，好，那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出发了，准备相关的就出发了。好，预备，开始 ，Go！人虎哥是有在地的，人虎哥这个这个我也熟，这个我也没有看到过，
这个是日本料理。你们的这个我只知道一家。就这一家，哪里？一串一串。好，嘟嘟车车牌啊！哇塞！嘟嘟车车牌。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。不好意思哦，各位排队朋友，打扰打扰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有排队吗？有了，他们有在排队了。正在排哈。要排队，要跟着排队。对，也是要跟着排队啊。对，要跟着排队。就可以尊敬老人家吗？老板，咱给一杯奶茶而已哦。好，没事。来好喽。哎，好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一杯了，一杯了。不要冰上，好喝好喝好喝，真的好喝。可以点而已一个，我们叫你可以可以。知道他刚说其实一人一杯汤，结果我要喝了，哎，好好喝，基本上来口干，干了干了，干掉。干了干杯，感情深一口闷。哎，老板那个碎冰刚刚好，刚刚好，也可以放过吸管。碎冰了，碎冰。这里这里这里。是啊，你是这个是这个是。老板，我要一份小份的一块心，这是小份的吗？这是小份的，贴一下贴一下，贴了，请吃晚餐找吃晚餐。这是什么？一块心，这算有名的啦。嗯，哎，好酷啊！没有，它用猪头皮，对不对？猪头皮，猪头皮啊。那边看猪啊。猪头皮，然后是叫油豆腐吗？空心豆腐，还有叫倒豆腐。哦，倒瓜子，倒瓜子。哎。在我自己的节目当中，二十块死掉，在你们节目哦，是撑到半死掉。Come on， 他累了，我来帮你举。来，我拿这个。哎，这一份还蛮多的耶。好，吃完了，好，走。老板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对了，羊肉，羊肉，羊肉。哎，这是，我看到。这个羊没错，对对对，那个不能夜市哦，没有来过几次哦，好，太好了哦，那个，哎，我们确定我们四个都没有人有事哈，我去，那我第一口，啊，我第二口，我第三口，还是要吃完的，一人一口，对啊，我们还是这样，可以，我吃完，好，哎，好喝，好吃哦，这好像吃起来好吃，很香哦，啊，真的很香。我感到这样，他找到他喜欢的东西。嗯，哦，这个很好吃。嗯，你看这个东西，等一下就不见了。他非常喜欢。快看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哎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两家而已。放到。吃完 ，OK。好，给他们走，走，继续找，继续找。你刚说的在哪里？你刚说的前面右手边那个三星葱饼，它很漂亮，很整颗的。嗨，老板，他们刚刚有来这里买一串新娘。哦，真的？哎，你这你知道这几家是什么吗？那个卖那个肉干的，肉干，肉干在哪里？对面条，对面条，哦，要走过去了。那这边公园对面吗？那哪一家离你们最近？你知道吗？三星这边。这个在哪？在十字路口那边。十字路口。OK， 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不好意思啊。小心，问一下，既然你都认得我，在我那里认得我。前面左转，前面左转，好，谢谢，剩这两个没有，其他都有。那到底是什么？是在 Seven 这边？刚刚我们有问到，不是吗？皮蛋，好，皮蛋，皮蛋，我们先去把，Seven 的，先攻克皮蛋，再找一下，再找一下。我没有看到，锁定一下这个，这个菜，我觉得皮蛋的蛮难的。哎，这边，三个皮蛋，这边他，找到了。锁住多少多少，来，哎，一定要，真的，真的假的？多少啊？口罩拿下来看一下，哦，正哦，好来贴，怎么那么可爱？好贴，那这里100块哦，不用，这里买去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马上好，马上好，吃，我们可以吃这份吗？不用，马上给你们好，快，他们隔壁也来了，他们也来了。有一模一样啊，不是一样，直接吃，老板娘，好，再两只吗？
马上给你们，马上谢谢谢谢。这个是照烧饼干，我们的招牌。好，我们先的招牌。照烧这饼干炸过了。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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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，先走，先走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功课，功课两个。三星双圣饼，三星，三星，三星哪个三星呢？三星，我们继续找别的，找别的，这边也是吃的，我们再找。三星薯条，照薯条。薯饼，薯薯，炸薯薯。一份，哎，那要帮我们贴啊，帮我们贴。谢谢老板娘，谢谢臭薯条，谢谢。多少钱？我看得懂。OK， 好漂亮，谢谢，谢谢。请问一下，你们有谁看到这个东西？一个蚕，木头的蚕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没有看到。帮我们一下哦，帮我们一下哦。三斤多六块。蹲在前面啊，他说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他是射叉吧？这射叉，射叉，射叉啊！这是真的是，但是阿妈在那里，你看，对不对？老板，这个是不是你的三星？是啊。是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直接问老板就好啊。哎，小辣一份。好。一只就好，一只一只，一人一个啊。对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一只啊。哎，不是啦，没有没有。菜不是赚的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，等一下下一队来哦，你要对他们热情一点，一天给他们两只，我给他们两只。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君在那里，君在那里。看起来好好吃哦，我的妈呀！这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哎，你真的会以为它是薯条，其实它是臭豆腐，哎，好酷哦！你越讲我越……它真的不错，假的它不错，真的它很甜，哇，好酷哦！然后还有巨石的味道，嗯，可以可以自己决定的，你可以自己决定，真的很好吃，好吃，巨石的味道啊，不错吧？耶！但我们现在好像没，还剩两条，还剩两条。海总，看海总是什么？我们是什么？海总那个鸡蛋。
我们要防他们体力啊，他们体力啊，大家安全，大家安全。哦，来来一份，一个就好了，多少钱？我们是这个，你看，我们人比较好，你看我们都慢慢走，你看，不会烧你们，不会烧你们。李仁，相信我，回头看看我，你要回头看看我。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老板的灯笼，这里的灯笼对不对？见人不见人，兴奋。我给你开始打宝的，对，很多种口味。这个是什么口味？做草莓起司给你们。好哦，你不要吃那个给我们就好了。对，那个给我们就好，那个给我们就好。我们在比赛。好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来拿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来拿，等一下来拿。好。往前有一个那个什么冰淇淋，那个花生冰淇淋。对。他刚刚说这是花生卷冰淇淋，对啊，应该是啊，冰啊，木头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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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哎，小帅哥，就是你们的啦。你好，你好。麻烦给我嘉宾一份嘉宾。香菜吗？要不要？都可以，看你。这好吃，你们两个是老板？他是老板，我是他学弟。哦，你大学生而已吧？哇，你高三哦，好厉害，你好厉害哦，今年创业哈，对啊，这是家族的事业哈，自己的，厉害，真的好厉害，年轻有为，加油，加油，哎，赞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有我们在比赛了，我们不是要故意要这样，但是你看哇，这个好吃，嗯，这是什么口味的？小朋友的牙齿。敏感性的，搞定了，了解。对，是的，谢谢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好吃哦。嗯。哦。哦。好新鲜的感觉。龙卷龙，哦，龙卷龙很有。怎么过关的？这个小姐说，这个是炸冰淇淋，这个蟾蜍是炸冰淇淋，走，他说在。先吃完，不要。这个会烫，谢谢老板，很烫。贴纸也麻烦，好。哎，烫我们要贴纸，其实我最重要的是贴纸，谢谢。哦，烫。哦，你没事干嘛弄那么烫？好吃吗？哎，谢谢。哦，好烫。身体健康，这个爆浆，不要烫到，真的不要烫到。不是不怕烫，真的一个，不是不怕烫，很烫。那你吃到是我吃不下。王传英有吃不下的时候，对啊，王传英也哇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一个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它的cheese好浓郁哦。炸冰淇淋在哪里？炸冰淇淋，这里啊！对，耶！炸冰淇淋，炸冰淇淋，不用开了。你这个东西整条路大家都知道，很有名的。什么口味？我要巧克力。巧克力。哎，我要蓝色独角兽。哎，这么先，每个人要一份的。没有了，没有。最后了，再来一个一份呢。好啊，看你们了。我要蓝色独角兽，会很久吗？不会，马上就好。那我要海盐花生，我要饼香哦，蓝莓，我要巧克力。叮咚，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。对，给你一个，这个运气很好。200块付钱。还有刚刚有一个人一直帮着我们的。哎，你看，你来一下。来一下。罗东也四通啊。不是啊，我是游客哎。你是游客？对啊，我是为了要帮你哎。我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这个时候就是抱一下。对，欢迎。快，真的，真的都是炸的头蒜，不热哎！这还
海盐花跟好吃。里面是冰淇淋，我是里面是冰淇淋。热带夜市的感觉，南美。有没有很好奇，为什么炸冰淇淋里面冰淇淋不会融化？哦，温度够足够吧？对，哇，这个东西啊，你看我们三个一起吃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肾就怀孕了。四个大男生在那里吃这个，能看吗？我也问一下香肠了，香肠，原住民香肠，然后骨头的。哎，找到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哦，就他，真的有，有吧？谢谢老板，来一只。老板好，一只就好了。三猪头在这边，三猪头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没错哦。你吃香肠会配大蒜吗？会啊会啊，还不错，对，还不错。哦，好了，好，谢谢老板，姐姐。对，不要了，太烫了啦，真的太烫了，真的太烫，不要为我们节目做这么大牺牲啊！没事，快点一次一口，快点一次一口，还一定要这样，就拍到侧面这样嘛。哇，烫，烫好烫哦！我怕烫，哎呦！对啊，这才正常。好烫哦！烫快，烫来一口，来一口，好吃。可以吗？一口可以吗？不敢，我们太烫了。有点半口，这样饿。我没有饿，我是怕你太烫。来，好吃。OK， 好吃啊，对。我是在那里。用我们那个吗？不是，其实刚就插在这里的吗？那你怎么拿？我都不相信。我不信。对啊，好，这样这样这样。哎，我先生，先生，哎，我先生，先生，黄。哇，老板，老板，我也不确定我们到底是不是赢了。那赢来说，赢来说，他们回来没有？回来没有？没看到人，没看到人，我要插回去。没有看到人呢。哎。哦，好心吗？好了。那我们去旁边坐吧，你这样打个招呼好不好？你刚打，前前打，刚打个招呼。对，他们在上面呢。OK 啊，对啊，这个一定的嘛。对啊，对啊。你们没有去国旗哦？哎，有啊，有啊。瞎了吗？你刚没看到啊？我没有看到你走下去，是你没有拿起来。小哥，你们已经到了。那这样子，我觉得好像整到的是，我也是，为什么你们两个都输了？因为他滑倒跳下去。先拔拳一下，抓紧一下，二三，走。怎么自己那么蠢啊，然后弄你们，结果我自己也下水了。我也是。我们现在，哎，这样怎么样？我们是都拿到。你们赢了，你们有那个大奖，大奖，快点，大奖，大奖，恭喜！哇哇哇！哇，度假的度假村哎，老爷心率哎，奇异度假，好棒哎！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哎！什么？它是免费可以住宿？对啊，免费住宿，住宿一晚啊，不用打工吗？我觉得反正不管谁赢谁负，为了节目好，我觉得还是开心的。没错，我们就是一个好看的节目，对对对对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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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
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。